雪碧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饮料，雪碧的成分比较简单，自己在家就能制作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白醋、小苏打、凉白开水以及白糖。将白开水倒入水杯中，加入一勺白糖、一勺小苏打，最后加入白醋。小苏打和白醋的比例为1:2。接下来我们用勺子将水搅拌均匀，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杯子里的水就会开始冒气泡，静置5分钟就可以了。夏天还可以放入冰箱冷藏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总结：一、准备白醋、小苏打、凉白开水以及白糖；二、水杯中依次倒入白开水、白糖、小苏打、白醋，搅拌后静置5分钟就可以了。